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是不是很寂寞？苹果，快来。天总明天给你啊，累坏了吧？手机给你，谢谢。这家伙之前不是没有头像吗？现在竟然拿金鱼做头像，表面看起来很嫌弃，其实内心还是很喜欢的嘛。今天回得这么快？看来已经打得水深火热了。你知道吗？走进这个房间的，除了他以外，你是第一个。你说大海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，只是散散心。上次去动物园的时候，确实觉得你太辛苦了，所以这次不会为难你的。嗯，去也可以，不过要早点回家。怎么，你有安排啊？我得喂金鱼啊。没关系的，饿一天不会死的。不，我看书上写着，金鱼要一天喂两次，才能更好的成长。好，我会早一点让你回来，早上出去，傍晚就回来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吧？为什么非要去海边？在一个幽静的小岛上，你们才有机会对彼此更深刻的了解，两个人相互依靠，慢慢的更亲密。如果一个小失误记错了开船的时间，你们留在小岛上，住进一个当地的民宿过夜，终于有机会可以摸一摸了，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。说去海边，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。还真没跟谁去过那么远的地方，不过是他，应该没关系吧？虽然跟他没见过几次面，但是感觉他应该是安全的。喂。你好，我是妈妈呀，一年到头连个电话也不打，从小到大都一样不懂事。算了，我懒得教育你了，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。下个月是你爸爸的忌日，你总该露露脸了吧？做子女的义务你还是要尽到吧。好，我去。志浩，来，志浩，这是你的新妈妈，
志浩，我不要新妈妈。